大家好，我是 Feeling， 我是一名 SOHO 插画家，接案经验5年，目前经营了2个 YouTube 频道。插画是我的职业，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今年我和静好出版一起合作的疗愈风超手感电绘。防疫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除了在家工作，休闲时不外乎就是滑手机和追剧。虽然也想花时间学习新技能，但有时就想要耍废啊。提供给大家一个可以边耍废边学习的方式，就是用手机画画，一边观察生活中从前忙碌时忽略的小细节，一边放松的涂涂抹抹。我最喜欢书中介绍的12款风格特色笔刷。这款 APP 其实功能很直觉，非常好上手，但对于电绘初心者来说，往往不知道要如何选择笔刷与灵活运用。有了12种基本笔刷的特色介绍与物件示范，让刚接触电绘的人也可以很快掌握笔刷的效果，画出属于自己风格的有趣作品。这是市面上第一本 step by step 的手机画画教学书，不像手绘需要准备很多的媒材，也不需要买昂贵的电绘设备，只需要下载免费的手机 app， 可以先从手指开始画，或是购入一支手机触控笔，就可以开始尝试电绘创作，记录你的生活，po在社群，也可以随时随地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是 Feeling， 有点烦的日子跟着我一起用手机画疗愈风电绘。